家好，我是李喵喵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对于足球这项运动啊，小编虽然不会踢，不过和大多数小伙伴一样，只是喜欢看球赛。因为这项运动非常考验球员的技巧训练，他们在赛场上拼的都是战术和爆发力，所以每一个进球都是珍贵并且振奋人心的。当然了，在球场上还经常能够看到发疯新奇、惊艳搞笑的瞬间啊，比如这位一脚球的动作就是冲着球门去的，然后对方球员是不是得去截个球表示一下？然而他竟然给10万现场观众摔了一个惊艳的跤，接着又是一个。大哥，你这么任性，你确定你能碰到球吗？众多球星里啊，最喜欢内马尔的球技和素质，因为他被对方球员恶意推出赛场后，能做出类似这种机智可爱的反应。这位守门员就更是皮了，好不容易拦下一个暴击射门，你说你都把球放在手里了，怎么能放手呢？场外的领队已经被你气得回骂人了。其实在体育界啊，能够成名成万的人很少，他们背后的付出不是我们常人能够想象到的，因为不断的努力才有我们看到的这些画面。如果你有喜欢的球员或者有什么想说的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